今天吃个无，腐皮鸡爪。杨妹自己做了，这个梅子脯，纯手工无添加。麻辣的湿豆腐，放个十来天再吃，无香的湿豆腐直接吃。家人们，直接脱骨。好吃，这是梅豆腐啊，放的越软，吃起来醇香。味越足啊，而且吃起来特别的细腻。梅豆腐这个东西就是吃得来的，它离不开，觉得老香了，老过瘾了。吃得来的哈，吃不来的它就吃不来，怎么就吃不来？没吃过的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好吃好吃，小南瓜。让你看一下里面，面面的好好吃。红汉菜，家人们哈，这个梅豆腐的话啊，是一款不过时的下饭菜，因为那个时候祖祖辈辈是不是流传下来的啊？所以说还是真的可以的。这个下饭菜的话就比较经典了，很有历史了啊。红薯爸爸，
萝卜干。烤的西瓜，西瓜皮。